不同意啦。第二，进前无一个正当的职业。嗨，无啦，阿姨即马开酒店，家己做头家呢，这哦职业无分官阶啦。啊，只要无做违法的代志哦，开酒店嘛是正当的职业啊。你即马是安怎？你即马把我当作啥货囡仔？开酒店，开酒店我简单哦，啊，敢是普通人做会到的？伫个酒店行大，拢是三高九流的人，想复杂，想无单纯，所以我无解。第三，就是我上反对的原因，因为俊杰是兄弟人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甲玉婷嫁予伊。无咯无咯，俊杰做兄弟是较早的代志啦，伊即马早就收卡洗手，开酒店做大头家安尼。俊杰若是收卡洗手，那都要请这大哥姐安尼去来甲我提亲啦。玉婷的妈妈，你千万卖误会呢。我已经不做兄弟了，我早就收卡洗手啊！我即马正正当当在巷口做生意，我逐天拢在忏悔，我干那差要食菜粒粉啊！你即马是我当作三岁囡仔，你甲我讲嘛假就对啦！我甲你讲啊，人吼若要脚步踏唔对啊，踏入要乌社会啊，唔是讲你要抽屉，就当抽屉呢？乞讨人的生活，你当作是乌帮的生意哦？像你夫妇的子，这一个都无代志啊，是？进前若是无咧帮社会事，看找就袂一干干找伊麻烦，我一天嘛袂受着危险。话袂安尼讲啦，啊，看找一款是非不分、卑鄙的小人哦，不管你是不是兄弟哦，伊拢来找你的麻烦的啦。你别再讲啦。这我拢不爱听啦，到我后尾地带啦。我希望我今日讲的话，恁大拢甲记好清楚哦。否则我不准你甲玉婷来往就对啦。妈，你是莫生气啊？我也无讲我要嫁啊，对不？你莫激动啊，吼。好啦，坐啊坐，来啦坐啊。阿姆啊，你误会阮杰哥啊啦！啊，虽然吼，伊有时阵会去插一寡社会事，啊，不过这嘛代表伊是一个重情、重义、重兄弟的人啊。搁再讲啦，只要是为着爽啊吼，杰哥甘愿上刀山落油顶，连命拢无爱挃啊！伊是真的用心咧爱爽啊。阿姆，我的一世人用我的性命，贴心保护玉婷。我要让伊受到伤害。你搁敢讲？我先会做嘞嘞！你凭良心讲，自我以前跟你熟识了后，伊伫你身躯边发生偌侪危险的代志，你会保护伊？你是安怎保护伊的？跟你朋友行尔，都不顾这些代志，到时候一天我以前才是嫁乎你，我唔着逐天爱过迄提心吊胆的日子啊！唔当的。我少年的时阵，嘛同款过一种日子，一种无奈，一种艰苦，我绝对无可能我查囝，跟我行同款的路。我讲安尼，我相信你应该了解啦吼。玉婷的妈妈，我知影啦，因为恁翁无伫咧身躯边，啊，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囡仔是出辛苦的。谁讲我翁无伫我身躯边？是，是因为我哪应该死啊？骨头都听我拍过啊啦！好啦，潘某，讲话莫安尼气噗噗啦，好好讲就好。来，唔当，来，请我来咖啡。谢谢。你拍麦。是啦，死啊，拍过啊。啊，既然玉婷你无爸爸，我安尼会会当做玉婷甲俊杰爸爸，所以我想。谁讲玉婷无爸爸？后摆伊就是阿王玉婷的爸爸啦。我，我，妈，你是有要讲啥？
我本来是无想要早甲恁讲啦，啊，既然有这个机会吼，我不如就提早甲恁公布啦。我甲恁去弄照，其实交往真久啊啦。哈？等下你好，我先去饭啦。嗯，你好。小兵的爸爸什么时阵跟你妈妈嫁接我？我嘛不知啊。啊，既然咱要结婚啊，后摆你就是一定的爸爸嘛。啊，所以一定的婚姻大事，当然你会当讲啊。你讲，你敢会让咱查某囝嫁予伊？哎，当然你是无同意嘛。那有可能让查某囝跟兄弟人咧过咧？你敢过来？我警告你哦，从今后你不准来找我查某囝。唔像啊，阮家的米厅是咧开店做生意的，唔是陪人开讲的啦，无闲做恁啦。阿兰妈，你嘛唔当来留一挂面子？留什么面子？我无用嘴跟你吼就都袂歹啊。孙女，阿玉婷妈妈今日。等下红会头，那你先走啦，回家冷静的。紧走啦，无送啦。阿姆，真歹势啦，我先来走。志哥，玉婷的妈妈，是你。再见。妈，啊你马杰哥有真多耍，啊黄蛋是时大呢，你哪安尼对待？什么的时大？后摆你还敢来哦？妈妈要把说实话给讲出来。玉婷，妈妈问你呢。俊杰要来咱家讲亲情，真乃要紧代志，你唔免甲妈妈讲哟。哎，我唔知影今日是要来讲这件代志的啊！免骗我啦，我生甲你真正有够了然的呢，你甲妈妈气死就对啦。你都真正无甲我讲。听，无紧啊！我看你妈今仔日足生气的，我想这件代志哦，无讲这么单纯。啊，敢讲阁有其他的原因？我嘛唔知影，为头到尾你无感觉足奇怪吗？唔，那是阮妈奇怪，恁两个人拢足奇怪。啊？阿姐，你敢真正跟阮妈做伙啊？不，偌久啊？不，啊是日久生情哦。哈哈哈！哎，好你家仔，好你家仔，我家手着伤尔啦。哎呦，无要紧啦。来，林爹，医生有交代啊，讲妈即摆手无挂重的物件，爱好好休困啊。哎，当这个劳碌命啦。那是歹命人，还是要安那休困啊？这小寡伤尔那要紧啦！啊，我若真正休困，是想要去餐厅甲恁爸斗骹手捧菜。阿伯阿妹，小明，进来啦。阿姆，我知影你的手受伤，就专工买这来给你，来当让你的手赶紧好起来。免啦，免啦。我特别叫你甲阮文良两个人找啊，啊，怎么我搁收你的礼物？免啦，多谢你的好意，物件你也是提倒转去啦。嗯，我买这礼物给你，不是拜托你答应让我甲文良交往的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会当赶紧好起来。对啊，妈，啊，小平这么心，你也别这么固执啊，都把礼物收落来啊，爸。
听我讲几句话。啊，我是要替恁讲啥啦？啊，恁少年人都有互相要意啊，想要做伙吼，这我是了解啦。啊，也毋过恁嘛明许大主大姨啊，出来要登记结婚。文良的个性是较冲动，我是了解啦。小平啦，啊，你著较敖想，啊，你也对啊乱舞啦。阿伯阿母，是嘞啊，啊，你为阮烦恼啊。这件代志确实我甲文良想无周全，阮做唔对啊。我甲恁保证啊，以后这种代志绝对袂阁发生啊。好啦。啊，恁若知影后，恁妈的心就好啦。想啊，啊，我明仔吼有接一摊办桌的呢。啊，文良爱做工课，啊，文静来阿阿婆去做生理，啊，你手骨咧疼。啊，明仔都无人好斗三工啊，临时临时要请人，唔知有得请无啦。无哩啦，爸，明仔我请假，跟你斗三工啊。你一个人嘛无够啊。阿伯，我当斗三工啊。对啊，啊其他也无够，啊请人就好啊。啊，若真正该恁爱请人吼，咱就开钱来去请别人啦。莫找迄个袂晓来现场，倒啊咧颠脚半唱，加麻烦的。阿妈，啥物见歹代志还袂发生，啊你就想较歹的所在去。做代志就是安尼啦，啊未想赢都爱先想输，所有代志拢爱先想好，爱拍算起来等，较袂到时阵哦，全全代志了了。好啊，啊会当请就去请啊。对啊，我就是想要来请别人啊，我就是无爱让小平来倒下手啦。我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安怎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莫阁吵啦，唔是干脆爱烦恼尔啦。月底要到啊，阿母吼要阁当遮大啦，啊你手骨第一疼，我是咧想讲吼来找阿兄阿嫂吼啊，甲参详者，啊看是毋是会当吼，互伊踮遐阁大一。哎，不，我咧讲阿嫂的个性吼。伊足爱计较的，你起码你若去甲讲落到底吼，哦，迄真正会转转话尾，转转代志了了，你莫去甲讲，你莫去甲讲，吼。阿嫂也毋是遐尼袂理解的人啊啦，我也是来甲伊参详一下好啦。你，我来随在你啦，你若爱要讲，你就去甲讲啦。到时阵叫人洗面咯，你是毋通怪讲我无甲你提醒，我甲你讲。我要入来休困啦。好啦好啦。啊，恁这，恁讲恁的啦，啊。姐，阮妈的态度，我是唔肯接受啊。就连拄只，恁爸对我嘛有怨言啊。我是不是真就够难玩的？无啦，你莫有白心啊。是的啦，互你受委屈啊。无法度啊，想叫我爱你。对啊，你甲我问警察，伊讲弄着你妈的人到底是谁啊？我是有问啦，不过警察那边也袂调查到啥，也无啥物线索啊。好个在，我妈伤不是讲真严重啊。假使我妈闹啥物死角菜啊，我绝对放过伊个人。我想，你讲了无唔对呢。迄个人真正有可能是群众话迄个变态。敢有可能？我那下拄啊好，你妈去婚纱店找我了后就出代志啊。你是卖迄个家己啊？啊，不，你卡是一个巧合呢。啊，或者即马警察在调查，交因处理就好啊。行，咱出来行下者。家吼，相公一定爱贵的物件才好食。那想到迄个哦，回军叫我专工去遐买提拉米苏，结果我淋到规身躯冻糊糊。那想到这件代志，吼，都规巴肚火。妈，你嘛较拜托好无？迄几百年前的代志，搁咧变古笑。哎，啊，这就好食，你倒买啊。
我今日去庙呀，做迄超度法会，啊，转来厝的时阵哦，伫咧路边卖。超度法会？哎，讲到这，我来讲。你都唔知吼，咱家最近吼，迄运势是有够歹，拢嘛是恁爸爸啊，佮恁哥哥，迄无因的囡仔伫咧作怪，所以我唔才想讲吼，小甲超度一下，安尼以后，因都唔敢佮再学袂乱来，安尼咱家会加温哦，唔才会顺啊。妈，你嘛较歹头好无？咱家的家运有好还是歹？迄甲恁哪有啥物关系啊？你莫逐摆出问题哦，就安尼疑神疑鬼，啊，看一眼生一个囝好无？啊！你囡仔人是八声的啦，你都唔知影，英灵哪作怪吼，你足恐怖的呢。你敢无听人讲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哈，我不要跟你争。我感觉你最近怪怪哦，拢真晚回来，是去倒位啊？哈。我还讲你一个查囡仔人，莫亲像野马共款，一天到晚在外口跑跑走，好不好？我哪有啊？啊，最近开学还好，代志本来就较济啊。我再讲，我有接一个柔道教练的工课啊，啊，今日暗时开始上课，所以我以后有可能去看我的。你教柔道？你嘛较拜托的，你敢明个选择吼，一个较温柔的代志去做哈？你安尼以后是要怎找对象？迄查甫囡仔来听到讲你会教柔道，怎有敢那飞的？无一定啊。无得卡，人就是介我这款有料、有型、有个性。你即摆来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，冠军嘛有去上柔道课啊，所以以后我也想上冠军等你再等来。你真正足无聊的，你替人顾囡仔要创啥？你食饱晚枵哦，无代志找代志做。哪有要紧啊？大家拢是亲情，这样计较是要创啥？唔是我爱计较。是因你放的哦，拢在占咱的便宜。妈，我来开门啦。阿姐，文姐，请你来。阿叔，哎，小姐啊，今仔你一个人哦。有啦，有啦。哎呦，你来接妈回去对不？哎，你真正足有心的。来来来，紧叫阿妈出来，讲哦，阿姐要接你过去啊。好。阿雄，阿嫂啊，今仔我来其实是想要跟你讲。今仔日吼，你来接妈，你拄拄啊好啦。外面的天气吼，无讲伤热，啊嘛无讲伤寒，你甲妈接过去吼，上舒适啊啦。明坤啊，对啊，你也才早就要该叫我过去啊。好。阿妈，你看吼，你还阁需要炸些物件，我叫文静吼去给你摕出来。哈。哦，看这个办事。你会叫明宽讲紧甲带走吗？啊，无啦，妈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是惊小姐会等伤久啦。熊阿嫂啊，我今日来就想讲要甲你参详一下，啊，是唔是会当互阿母吼，啊，点些加大几工？是安怎是无？出车祸啦，手去切着伤啦。啊，即马甲你接转去吼，无多甲你照顾，啊，佫互你遐加烦恼的。像阿嫂啊，你敢袂方便哈？不过即几天吼，我已经甲代志拢安排好势啊呢。若安尼讲，我唔着免在遮加待几工啊？明坤啊，是安怎？你去坐下来看，反正我第一只无人欢迎啦。阿母啊，阿哈手切着伤，做代志较不方便尔啦。对啦对啦，妈，莫安尼啦，来你坐来你坐啦。我哦，唔是迄个意思啦。看你要安怎带来，拢无要紧啦。反正我迄个代志吼，嘛唔是讲介重要，过几工再处理嘛是会用的啦。阿叔。多谢你啊！袂啦，是讲哦，小姐嘛手若好势了吼，你就甲妈先接过去啦。若无去耽误着我安排的代志，安尼就唔好啊。这我知影啦。手也较好吼，我就甲阿母接转我遐啦。不要紧啦，人事转拢不要紧。是讲是安怎出车祸啊？
哦，啊，都讲要去看小平啦，啊，然后啊，伫路的吼，啊，桥倒摆，啊，有一个人位后边啊，甲弄落去。啊？位后边弄落？啊，进车车，伊红真守规矩啊。阿姐，啊，迄个人敢有找着？无啦。 啊，都出代志了，啊，恁若进到婚呢啊，啊，迄个人就唔来找着去啊，啊是讲哦，互你家仔，互你家仔哦，无说明来抚养，也无啊，唔知要安怎咧。哦，啊，安尼意思唔就讲，小姐嘛去找小平了，才受伤的哦。哎呦，小平这查囡仔哦，真正是家多病，替扫帚呢。啊，若拄到伊哦，无出什么代志哦，真困难哦。妈，嗯，你哪安尼讲？ 啊，我来讲，我现在唔对啊，小姐啊，我是想要跟你讲哦，你应该请一个人哦去厝的安尼小姐姐，啊是讲哦去庙的办一个法会哦，该食啊温的，啊那无哦，恁恁当安尼卡袂着，就出代志，啊妈，过年住连温岛安尼嘛唔是办法啦，对不？妈，你想要讲啥？啊妈，我意思唔是讲哦，我爱照顾你呢，哦，我是伫咧烦恼小姐啊因啦。 我知啦，你就是不爱我待遮啦，讲啊，规山平就是讲要叫民工啊，紧甲我带过去。嗯，你嫌我这边遮哦，垫地啦。哎呀，唔是啦，妈。嗯，一个人哦，上过大福报就是真好。人讲必先孝为先，一个人哦，上过基本的孝道都无法度通做甲到，安尼是搁开搁较侪钱，要做法会。 要改风水，无效啦！我知啦，唔是咧气嫌你，是咧提醒小姐啦。嗯，你哦，好好管理这间厝就好啦。我唔是定定提醒你，个咱人哦，这嘴都敢一支刀共款啦，若无小心，你伤阿别人。你哦，拢无好我想法的呢。回军就是安尼，互你逼走去哦。 我哪有？无上好啦，无。你今日跟我来去老家，我要来看慧君，看伊最近的身体安怎。好啦，阿嫂，多谢你的体谅哦，哈。阿霞手也较好哦，阿我就来接阿母回去哈。免啦，免得赶紧啦，你叫阿霞好好休困。 我都无相信，我到这加一大皮工，有啥物人敢下看？我咧，安尼无阿母啊，安尼我就来等啊，哈。阿姐，我送你啦。好好，阿叔。啊，那较细腻啊。好好好。阿姐。 是安怎？透早起来，就咧拍卡球啊？啊？哦，应该是过敏啊。过敏？以前伫咧美国时阵就无啊。我去三检的时阵有问过啊，医生讲有心跳后会改变体质，我咧想应该是改变体质才会过敏的。啊，既然过敏，你这个娃娃都买个破掉的，这顶面拢是尘螨的，来，好吧。 嗯，袂用的哦，这是阮妈破病了后，送我上重要的物件，我刚忘过敏，也袂用离开伊。这是你妈送你的物件，你哪都无甲我讲过？无怪，但暗你拢抱咧困。哎，袂用你敢知影？我昨暗梦到阮妈妈，以前的一件，就是一双，爱伫对我笑。 不过我一走过去，伊人都不去啊，所以我今麦抱着这个娃娃，就亲像抱着我妈妈同款，我袂当无伊。我了解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来上班啊。还在等来啊？我知啊。 你嘛，较早休困啊。嗯。来。
哎呦，那也透早就去做工课啦。哦，今仔我要去参加一个企业座谈会，我先甲资料看一下。啊，不是甲你讲哦，莫给家己伤大个压力。来啦，先啉一下补汤啦。多谢妈。亲家妈，你好呢！阮是要来看慧君啦，来得坐啦。亲家妈，哎，亲妈，坐啦。妈，坐啦。哎，阿妈，妈，阿今日来这搞啥？啊，就恁阿妈叫我来看慧君啦。无啦，我嘛认为讲吼，爱来关心一下哈。别人讲话，点讲两句啊啦！好啦，亲妈，亲家妈，歹势哦，阿母娘甲慧君搬登来遮大，我今日照顾足无闲的哦，歹势啦。袂啦，阿慧君是阮老家宝贝查某囝，照顾伊本来就是应该啊。阿妈，这个月你唔是应该带阿静去啊？算唔知恁阿婶哦，手受伤啦，所以继续待伫咱家。阿婶手受伤啊，阿是安怎？啊，就听讲哦，伊去找方小平了，就出车祸啊。所以我伫咧想哦，迄无得靠是方小平找人去阿弄的。你讲你安尼啦，乌白讲。妈，我哪乌白讲啦？啊，就方小平迄个查囡哦，命中带煞，谁若去摸到伊哦，谁就衰啊。好，你家在咱文荣哦，当初无去选择伊，啊，若无今仔日哪有这么好的日子通过？咱大家拢是去予带衰着。讲煞话啦！我拄仔不是跟你讲，叫你莫讲话啊！啊，你是袂记哦？好啦好啦，非得文荣跟小平做伙吼，无咱的代志啊。文荣跟小平做伙？嗯。要哪有可能？小平交新的男朋友啊，要哪有可能回头搁跟文荣做伙？新的男朋友？敢真实嘞？当然真实啦！我陪慧君去见婚纱的时阵，去拄到方小平，甲伊起淡薄仔口角，伊的新的男朋友都跳出来为伊啊！我看会出来，因的感情敢那袂歹。哎呦，安尼讲起来，伊唔都相卡打相准哦！哎呦，这查囡仔哪会安尼啦？看起来好足单纯的呢，哪会做这种代志？我唔相信小平安尼做啦。之前我看到伊甲文龙做伙，两个人感情真好啊。而且以前伊捌甲我斗相共过，伊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哪有可能带衰别人啊？你看到高文龙甲小平做伙？是啊，我看到伊两个人做伙送水果来咱公司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你一直在刁难伊，无要让伊通过审查，甚至搁伊来找伊麻烦。莫怪你这么坚持，爱高文龙甲水果在咱卖场卖，搁伫替伊讲话，原来都是小平拜托你斗相。文良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你害文良去坐家，还阁无高兴，你现在阁故意刁难伊，要阻挡伊的工作，你是安怎变咧做啊？阿妈，你误会我，我真正不是针对文良，我是来要甲阮配合受伤，我拢是安尼要求伊啊，我无可能因为文良是我结拜小弟，喝了放水，互伊简单过嘛？你哦。不管做什么代志，你先爱摸你的个良心。你敢不知呀？人你讲，人你做，天你看，丫头三尺有神明啊！阿妈，你讲我拢知呀。你莫伫遮哦，咱莫讲遮好啊。对啦对啦，妈，莫阁讲较早的代志。慧君还阁伫咧楼顶呢，会听到安尼就唔好啊啦。妈，你嘛是同款。慧君即马心情无稳定，啊身体阁虚，我是希望过去的代志，你莫阁提起啊，当作无发生就好。你若爱话莫讲哦，你就莫安尼做。哦，阿妈，我上班袂赴啊，我来去啊。开车较细哩哈。嗯。妈，无咱来看慧君啊。哦，恁先去哩看慧君啊，无汤哦交代乎我，我来甲底碗的吼。螃蟹给慧君吃啦，多谢您嘞。你去看慧君，我来照顾吼，把亲家妈叫上来。
哦，好。金阿妈，你去看慧君就好，叫我家己来啦。无啦，我是要来跟你开讲的哩。真久无见面啦，这边见面哦，是要讲讲那是结亲。是啊，天公伯啊，有影真好创治人。希望这届吼是真正结亲，不是结玩笑。哎呦，是结亲还是结玩笑，就看迄个人讲我用什么心态面对一切。其实，伫这世间哦，人与人中间有真济缘，拢是无共款的缘。啊，我希望讲，咱从即边开始，阮甲恁会当转变，做好缘，毋是结缘啦。我嘛希望安尼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这毋是我能控制，只希望结个缘的迄个人哦，伊真正哦会有啥物改变。亲人嘛，我伫遮吼，代表伯娘，深深甲你抱歉，亲人嘛。啊，亲人嘛，这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拢无，你唔通安尼啦。唔知啊，亲人嘛，有搁感应到啥物无？千万袂用让伊感应到冠军的代志才好。多谢亲爷妈呢，这边吼，我娘搬来恁老家住，我想对恁来讲应该有真济不方便吼。伊妈乌白来就好啦。啊？乌白来？伊对美顺哦，足无礼貌的，尤其美顺最近哦，受到一点仔打击，心情本来就无好。希望哦，伊较有站实的。美顺是安怎是？有当时啊，我嘛就怨叹天公伯啊。到底阮美顺哦，伊是做了什么唔对的所在，是安怎天公伯啊会安尼对待伊？唉，这世间的每件代志哦，拢是天定注定好的啦。只要不管是咱这生命当中，遇到什么难关，还是折磨，这种事过定啦。亲家妈，你莫阁烦恼啊啦。多谢你，亲家妈。等小姐。够生气啊啦！啊，我承认，我直接去恁厝提亲，这确实受过冲动，也唔过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啥物代志拢唔爱跟我参详，都安尼大事大意做决定。我跟你参详，那是惊甲你公公的牌，那是互恁妈妈知影。安尼我就连提亲的机会嘛无啊。你就是自私啊，干那想你家己，拢无替我先想一下。我这世人上要紧的，就是阮妈。我嘛是玻璃心，你也不是唔知啊。雄雄安尼来提亲，害我嘛俩主公，我是要逼伊答应，让咱两个人结婚。你干嘛骂到臭头？你敢不知？这拢是我唔对啦，害你和你妈妈骂。哼，自从跟你做伙啊，我嘛逐天叫三顿跟我骂，我已经惯习。是讲你妈妈这么听你？你若是照三顿跟你妈妈生那一个，我相信真紧你妈妈气就消啊。江俊杰，不要得便宜还卖乖哦。妈不要，我是会当甲阮妈生呢，啊黄董的。你明明就知影阮妈的个性，搁甲黄董拖落水，伊是时大呢，你安尼害伊，互阮妈赶出去，你袂感觉歹势啊？是啦，
我开始对伊真歹势。安尼就对啊，你一开始就无应该叫黄董替你出面。是我请大个，伊陪我去的。我原本的意思是想讲啊，有一个长辈替我出面，会当甲你妈妈表示我的诚意啊。啊，想袂到，你妈妈气甲安尼，佮甲大个赶出去，还遐尼无面子啊。我以后拢无迄个面甲黄董见面啊，拢是你。是嘞啦。这确实拢是我唔对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会甲大讲过清楚。以后你若见面啊，就袂遐尔来叫我，啊，你原谅我啦。伟霆，阿伯安尼，以后我不管做任何的代志，我拢一定先跟你参详过，好不好？你就卖阁搞我生气啊！伟霆，伟霆，失礼啦。那个小姐，好不好？哎，美女，带来。江俊杰，你搁想要变啥物？啊，你们是要找头路？进前你替这间公司主持新品发表会，反应真好啊。今摆伊要应征新人，你对你产品搁真哩了解，我相信你来应征啊，一定会录取。你别看卖，啊。哎。啊！哎，秀如在家上班，多好！恁朋友在家上班啦，我去替伊家讲一下。喂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来处理就好。哦，秀如，玉婷，杰哥。哎，哇，你今嘛在家来家上班啊？啊，是啊。您想要买手机啊？哦，不是啊，我是看到外口有打迄。真人公告，我想讲，我敢会当试看卖？当然无问题。上次新品发表会，阮主管就满意你的表现呢，就嚟问我讲，你敢有兴趣来遮上班，想要我教你？有那么夸张吗？嗯，哪有夸张？你表现遐尼好呢，大家拢有看到对吧？系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怎么用？啊，稍等一下，没问题。那我先去无影，但啊，我无影耍，随带你去见阮主管。啊，谢谢。叮当啊，想花几分钟的时间啦。哎，叮当哦，是要我等多久啊？叫我直接徛三十分钟。是你做唔对代志，现在是我跳舞，你看，对啊，啊，买叮当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笑啊你，你。你来看这影片内面啊，我跳舞无够成，我即马卖说跳互你看，啊，一直靠你感受我的诚意，肯过你话为止，啊啊啊！恭喜你，已经得到阮卖场的上架权了。这卖多谢高副总啊！多谢高副总你的帮忙呢，我的水果才会当这么紧顺利卖场上架。别跟我客气，你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。是高文龙，伊确实厉害，甘愿秘伫咧查某人的背后，靠查某人来成功。我听无你意思呢。你明知影小平是阮总经理，你就叫小平替你求情，阮总经理
同意你的物件，会当伫阮卖场卖。文良，确实变巧安尼，知影利用小平来达到你的目的，伊安尼做，毋是利用查某人，是啥？高副总，我是认为靠关系是一时的，靠实力才会变大。我是真感谢恁公司给阮水果上市，也毋过，阮的水果品质也是无够，不管有偌济关系，也是无用，敢毋是咧？无毋对啊，就算讲今仔日是小平搞到三工，啊，毋过贵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明理佮实在的人，就是因知影阮的农产品是真好的，才会予阮上架，无像就一挂人啊。公私不分，公婆私仇，无为公司利益的设想，干阿加半点钱问尔。其实你免怀疑了，想早，就算讲你即卖物件伫遮卖，会当卖偌久，迄都唔知影。哈，王总，这点请你放心啦。阮的水果一向非常注重品质的，所以阮是唔惊竞争的。物件好歹，唔是家己讲个准绳啊。哈。你来，哎呀，咱走去去干件不？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已经要讲完了。哈，高副总，你无用你的啦，我先告辞啦。哎呀，迄个敢毋是你阿叔的后生？叫做。文龙对哇，啊，顶摆伊毋是对你表现足歹，啊，今日来找什么代志啊？伊就是安尼啦，有代志拜托我的时阵都会落软，等到我利用煞，伊就当作什么代志拢毋捌发生过，我毋知要感恩。也毋过，我带了大家亲戚一场嘛，是讲咱无多选择家己亲戚对。嗯，也是你是过好心嘛，毋只来斗三工。那话这是我连擦都袂擦，搁卡免讲是家斗三工。哎，想要吃啥？我想要吃法国餐，一人吃两人补。好，你伫外口等我者，我甲物件收收咧。嗯。总经理，这商品对别人来讲是过时的商品，再袂当吸引消费者啊！而且伊的销量不好，不够占空间。总经理，为啥你要甲伊下架？有我其他的考虑啦。这个商品是当所长唯一贵姓的太太做设计，有伊的意义的。原来是这原因哦，那是当初坚持，打算了钱，嘛是该保留啊。其实我问过当所长啊。伊并无坚持啊，安代志就好解决啦。要唔过我是爱尊重慧君的看法啦。李白，妈，慧君，已经到达呢，你困起来啊，跟我跟文扬走去吃饭。太谢啦，我跟林德祖还有代志要讨论，恁去吃头啊。你敢不是帮替阮妈设计产品啊？你要重新替伊推销哦。我会当斗三工嘞，文扬，咱做伙斗想。无问题。慧君，本来这件代志就是爱找你讨论的，啊，无趁这个机会，我跟你参详一下。好啊。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真无好，若是继续搁生产，可能会造成公司的损失。徛伫公司的立场，我评估过，应该要下架。也毋过我知影，伊对你来讲有真大个意义，所以要搁伫讨论啊。讲真正袂遐尼歹啊？是啊，而且是愈来愈歹。毋过，这个产品已经对我做一年啊呢。若是失去伊，我会做毋甘的。这嘛是我为难的所在啊，也毋过
我确实有感受到营业部门压力。所以总经理，这个商品敢已经决定要下架？我都已经讲过啊，还未决定。请问总经理，你敢有先问过董事长？伯利卡董事长也是会保留的。我已经请示过董事长啊，董事长讲我来决定就好啊。杨国军，我还是想要了解你的想法。虽然天机先生这个产品，我感觉就唔甘的啊。啊，不过公司有公司的考量啊，我嘛袂当感谢收济。啊，既然爸已经有指示啊，一切得看妈的决定。多谢你先体谅，我上西评估了才来做决定的。好啦，我阁有真侪代志要讨论，恁去吃就好啊。孕妇是袂当摇巴肚的，进去哈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国军，你要紧无哈？可能是最近拢困无好，头咧晕啊。你得爱好好休困啊。妈，我知影。高副总，你啥无好好照顾国军？你应该加加注意一下啊！我会加较注意啊。妈，你妈妈有营养啦，是我家己嫌伫个厝上无聊，毋才来找恁食饭啊。来，囡仔无代志啊，啊，阮先去食饭。啊，在这里哦。总经理。所以你挂电视。敢一定爱安尼做？哎呀，你讲啥？总经理明明知影，这个商品是恁爸特别为恁妈设计，可一定爱伊下架。我真正唔知影伊安尼做是啥物意思。商品的自然淘汰，这嘛是无法度啊。敢讲无其他的办法？这么重要的商品，就算有了淡薄仔钱也袂要紧啊。这个商品对你甲恁爸真重要，是属于恁对恁妈的回忆，当然应该要保留啊。我真正想无，现在一定要下架。文雅，你别安尼想啦，我相信妈会安尼做，一定是有伊的道理。啊！伊起码有公司有一个压力，唔才会安尼做。既然爸已经决定啊，那呢，我就应该爱尊重因的决定啊。爸当然同意，伊遐尔听妈的话。什么意思啊？敢讲你无发现，妈讲啥，爸拢会同意。就算爸有淡薄意见，只要妈坚持，最后爸拢会尊重妈的意思。意思是讲，这是妈坚持要下架的，那有可能啊？妈根本都不需要安尼做啊。真正的原因是啥？我也不清楚。要么你想看卖，这若是桂英阿姨提出的，你想爸敢会同意？妈表面上跟你讲真尊重你，其实伊早就已经做好决定了。那会安尼做啊？只要是人拢有私心，每一个人拢希望伊家己的位会当坐了愈在愈好。我咧想，看我可能，妈想要甲代表你妈的物件，拢总丢掉。妈今仔日做这个决定，我是真正感觉足不爽快的。到底想做，要安尼做啊？你放心，若是有危害你的所在，我一定保护你，袂让你受到伤害。好啦，莫想想遐济，咱来吃你爱吃的物件，你的心情应该较好。还是你想了解我？
文琪，你哪来这？我请柔道服。我是这的柔道指导老师啊，以后光光也是我的学生啊。你是指导老师？是啊，安怎？你有意见？无啦，我唔是这個意思啦。那也才拄好啦，文琪也是柔道班的老师，啊，佳佳在报名的时阵，刚刚无注意到。Apple， 以后我就是你的柔道指导老师哦。太好了，我想当一片安老师了。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。对呀。丹海啊，我准备要上课啊，你去边啊等一下。啊？哈啥？敢不讲你要跟阮做阵上课？啊，不过你的年纪看起来无参像国小呢。你放心啦 ，Apple 我会好好照顾。Apple 要乖乖听老师的话哦。嗯。来，同学起立，准备上课，男生站台，女生站台。这下真正是欢喜一家亲啦。那是何佳佳发现 ，Apple 的柔道老师都是 Apple 的亲大姐。我一定会让伊骂到变臭头的啦！我就抓，我真正唔知 Apple 的指导老师就是文琪，这件代志真正跟我无关系，请你卖误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！你较冷静的啊，我也无怪你啊，你紧张啥？你无怪我。是啊，这是我替 Apple 报名，也不是你啊。那呢？当初时你报名时阵，敢知影指导老师就是文琪？我当然不知影啊，我若知影，就别替 Apple 报名。哎，为滴进前伊已经误会讲 Apple 是你女朋友的查某囝，就用继续安尼想就好啊。只是以后 Apple 上下课的接送都要拜托你啊。好。这没问题啦，那呢就麻烦你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下操记得来哦。拜拜。Apple， 今天练的怎么样？很不错啊。太好了，文琪。多谢你啊，我跟 Apple 先回去啊。别客气啦，东海啊，我感觉 Apple 的协调性真好呢。我以后一定要像漂亮老师一样厉害。你一定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跟我小时候好像哦。哇，那个身手都真溜达呢。好了 ，Apple， 跟文琪老师还有冠军哥哥说拜拜。文琪老师再见，冠军哥哥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冠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签个名。好。原来东海的女朋友真正是白佳佳，哪安尼不是？哇，你不是去上柔道课吗？怎么都来当动物啊？哦，这个 Apple 刚刚都有跟我解释过了，当袋鼠就是可以跳得好高，然后当狗狗就是可以跑很快，然后当老虎就是，啊，就是要喊很大声，往对方向跑。哇，你们老师上课的方式好生动哦，妈咪很欣赏。
是呀、啊，我也很喜欢我的老师，而且她也很漂亮哦。有妈咪漂亮吗？文琪老师很漂亮，五哥妈咪是超级无敌宇宙漂亮。好，快去洗澡。嗯，来，快去快去。等下，今仔日抱去上课，文琪告讲啥？是无讲啥啦，啊，不过，假使讲你会烦恼，你以后就叫阿婆莫去上课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看阿婆遐尼啊，介意去上课，我是不忍心叫伊莫去。哎，等下，你是袂用因为你以前介意文琪，就甲我甲阿婆代志讲互伊知影呢？袂啦，这哪有可能？我今日看到文琪，已经无刚才迄种感觉。我是绝对袂让文琪知影 Apple 的身份的，请你爱相信我。你对文琪已经无刚才的感觉，你确定？是啊，我今日看到伊，我规个头壳内底拢是想讲，你甲 Apple， 恁两个处境敢会真为难？我根本就无想到我甲伊会过去。看起来你对文琪的感情应该是放下。啊，不过七年的单相思呢？是啊，我既然伫咧文琪的身上浪费这么多年的时间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感悟啊。不是属于我的物件，我搁安怎孝想，嘛无可能是我的。做人都爱有自知之明，较袂去耽误着家己的未来。嗯，你即马安尼讲，是你讲我较早起来就顾明星的代志哦？无啦，我是咧讲我家己。你这么巧着，你早就放下。无亲像我，白白去浪费七年的时间。啊，不过我比你付出搁较侪倍的代价。你讲得无唔对，无属于家己的物件，一直七袂分我，拿下了别人，嘛是耽误家己的未来。看起来，你已经完全放下，啊，若无？你嘛袂一个人带伊无愧生活对无？这讲起来是阮当娘还袂放下，伊真正有够离谱的呢。你敢知影？前两天普渡，伊讲阮当的生理无好，叫我带伊去超度英灵，讲啥物拢是英灵害的。拜托的，阿婆阁活了好好，这超度外人是心服体统啊。伊真正安尼做？姐姐，你放心啦。伫超度迄天，我一直徛咧阮头家娘身躯边，我有偷偷甲阿婆迄牌啊摕去弹掉，无阮头家娘去伤害着阿婆啦。哦，伊头家到底咧想啥？公司生意无好，还是因为高明星无经营的头脑？伊做头家娘的，应该要想办法淡化公司的生意，那也怪阮阿婆身上啦。我到底什么时阵才当完全摆脱于各家的人啊？姐姐，你放心 ，Apple 的心事，我绝对袂让文琪知影的。大爱，好佳哉，我有你这朋友，若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姐姐，你这么客气，我会惊呢。三班，你敢要食宵夜？我来煮。免啦免啦，时间无早，我先回去啊。帮我甲阿婆讲一声。哦，多谢你哦。好，我先去啊。来啊来啊来啊来！爸，歹势啦，够麻烦你来技术指导。阿妈顶届教的哦，我想袂记个啊。免紧张，免紧张哦，豆豆来，
啊，我哦，搁甲恁教一遍啦，吼。哎，文清啊，你要听详细哦，哦。好。来，迄菜头甲小黄瓜，拢甲切切切切嘞。这红菜头也得爱切，吼，同款切了白大块，白大块。啊，这辣椒哦，啊，甲切淡薄啊，吼，等下哦，会等甲放落落安尼哦，啊，小火有一个香气，吼。哦，来来个，再夹落去。哎呀，啊是十天哦，至二十一天哦，啊，都爱记哩哦，两三天啊了后哦，啊，都爱为冰箱啊甲摕出来。啊，摕出来，甲摇摇的，摇两摆至三摆吼，啊，就均匀入味啊，来。啊。哎呀，啊用感情咧摇哦，吼吼吼，唔通凊彩哦。嗯。哦，摇的时阵就用心放感情，人个食得吼，自然就会感动个流目屎，哎，开口就出来啦。哎，OK， 来来来。我真的要吃的，吃的。哦，爸啦。好。文姐。你有一百块无？我在找你。好，来。来，这给你。哎，阿正强，小姐，这钱敢那怪怪，假呢？假期啊，是你某手的无问题，啊，一到你的手，啊，就出问题哦。我走客人家走个遮尔久啊，钱某就我就知啦。这两张吼比起来吼，这一千块甲一千块，看起来这就感觉唔对啊。这啊，你的手哦，摕遐尔侪张一千块的，啊，谁知影这张啊，是不是我拄则摕予你的？这张是拄则你摕予我的啊。我摕予你。啊！你敢有证据？啊！要调监视器来看。啊！金文杰呐，你问一下问，我到监视器去哈。文杰，文杰，做生意哦，好气哦，求财啦，啊啊！啊，唔通啊，卡袂到大细声。我爸阿姨。好好好啊，手机甲放啊。找钱啊！哦，安尼哦，这个先生啊。啊，无麻烦你吼，哎，百六块放下，啊，这张就用了。啊，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啊，这张假哦，都不是我的啊，我为啥要该收回来？哦，这张是不是你的？啊，无咱等下哦，做伙来警察局，吼，啊，叫迄警察咯，啊，检验一下这个嘿手纹，啊，就知影嘛，吼。你四十块呢？好啊！哦，赚到八嘞！好啦，好啦，爸，好啦，你这招厉害呢！对啊，好加赛有爸爹啦，也无本钱哦，真可怜，甲迄个人客拍到桌啊，椅啊拢歹了了。做生意哦，无简单啦，要拄到人客哦，足多个啦，啊，是讲处理代志哦，小心拍卡，哪卡袂着哦，要用这拳头母来解决啦。啊，即马吼派你当搞笑啦，拗口够多啦。啊，你来拄着较无品的吼，嘿，凡事啊油菜瓜啦，我甲你破的吼，啊，生意恁煞免做，嘿。嗯，对呢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和气生财。嗯，和气生财，不好意思讲呢，拄只你收钱的时阵啊，较注意哦，等你发生这件代志。我太过相信人啊，以后收钱哦会较注意。有啦有啦，当然。说伊吼较是笨啦。对啊，阿若无趁你都无够力啊。哎哎哎，阿爸讲一句，你跟你讲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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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嘛。啊。哎，看你今仔日规个人啊，油头甲面，啊，心情拢放袂开。专工哦，泡些巧克力来给你啉嘛，希望你心情哦，能放我较轻松嘞，哈。豆豆，嗯。天头啊，今仔出歹势呢。阿雄，我甲大家讲，咱两个来往。阿公后摆静雯甲玉田还叫你爸爸，你有惊一个无？唔那惊一个咯，我想讲我咧吃老，吃咧惊桃花运咯。阿是讲我知影你安尼讲哦，绝对有你的原因的，对无？你啊，卖讲咧吐大亏啊！我看你今日人哦，规个人安尼怪怪。尤其是准备几帮人入来的时阵哦，你规个人煞走精伊呢。哎，咱老朋友啊，吼，到底啥物代志啦？你嘛讲个清楚，讲看卖咧啦。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好咧，无啥物代志。啊，无你雄雄咧甲黄大人讲啥物？你以后要嫁乎我，啊以后诶玉婷啊甲静雯啊叫我爸爸。只是挑故意要讲给伊听的哦。哎呦，你卖跟我讲迄个人啦！啊，闲了卖讲迄个人啦。啊，那我知影你今仔日生气的原因啦，就是因为黄董的哦。我叫你卖问，你搁哭个问，怪奇怪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我卖问，啊无拜托嘞，你巧克力啊，搞啉啉的，哦，袂啊，我帮人洗洗，我来把台啊，把平常收收，哈。天董，啊，其实今日迄个人就是我较早甲你讲的迄个人啦。迄个人，你即摆讲迄个人就是静雯甲乔婷的爸爸。还是安尼哦，无怪你今仔日这么激动哦。吼，这在讲什么？你在跟我交往，啊，玉婷以后都要叫我爸爸。哎，你讲这话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那黄董安那目睭一直在跟我认的，啊，今仔未输两个卡马多嘞。我就条刚讲的啦，我就是比较细心啦，我就无爱伊来找阿文跟玉婷啦。你还佫因为过去的代志，家己也结气了。我心内痛苦真正无人知啊！我无多保防我大汉囝阿辉，我家己的代志哦，过去就过去了啊，我也袂去想啊啦。问题是，伊即摆宏观出来啊，对唔？我佮安尼看出安尼为着利益安尼弯来弯去，嘿。阿元，假使若是伊的同事知影讲，伊有一个老爸去用关出来，你想咧？对阿元的前途敢有影响？吼、哦，阿玉婷，甲俊杰做伙，看出来知影，玉婷是阿海的查某囝，你想，伊敢会想办法对付玉婷？啊，你看我的烦恼无？你的想法啦，我想我都了解啦。你的心情我嘛知影，啊是讲，今仔这黄董的看起来，伊嘛无打算讲要甲玉婷相认啊。啊无，现在伊无甲玉婷讲，伊是玉婷的爸爸。那是因为我早就去找伊啊，我用求的，用威胁的，叫伊袂使甲囡仔相认。袂使让囡仔知讲，伊是因的爸爸。我心内足烦恼的呢。可是玉婷甲阿凡也知影讲，有这爸爸，安尼囡仔心情有啥物变化，我真正唔敢去想呢。啊，是这项代志，我感觉你当然搁较放心啊。你看。今仔这黄董的哦，控制了真好啊！
伊嘛无甲剧团讲啥，就表示讲哦，伊有甲你讲的话听入去啊。不管怎讲，伊嘛是剧团甲静文的爸爸，伊总卖替囡仔设想嘛。我知啦，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不过，我就是无希望伊来破坏阮母仔个平静的生活。这嘛无法度啊。哎，你也知影嘞，伊去关一十年嘞，哪有可能无咧想家己个囡仔？总嘛想讲要甲囡仔见一下面嘛。不过人囡仔囡仔控制了真好，什么代志拢无讲啊。老安小平有咧甲我讲啦，讲黄董个吼，对文良袂歹，伊是伊头家，嘛真该照顾。这个人算讲哦，有情有义啊。像这款人，无都见着家己个囡仔，迄落亲像身躯顶个去有刀来挂一块肉来共款个。啊，既然伊都答应你无要甲囡仔相认啊，我感觉啊，你哦，都莫讲。咱别个这么安，吼，对伊较宽容嘞，啊，较体谅嘞。庆龙啊，我做欣赏你做乐观的心情嘞，你个，你安尼敢那样，做真个代志安尼，看了真开呢。嗯，对啦，我这人就较戆啦。其实做人人生海啊，有当时哦，莫甲烦恼遐济啦，啊，戆戆过日子就好啊。有你这个朋友真好嘞，谢谢啦。哦、你无气焰嘛？好啦，巧克力今年你咪不要我的税啊，不然超过我的时间哦，我要算加班费我来讲。嗯，吃够饱。好啦，我先收你啊。真歹势啊！今仔日予你遐尼无面子啊！春杰，莫安尼讲啦，我无才调，甲你提醒的代志超好势，是我对你较歹势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大哥大，阮杰哥吼，嘛毋是头一届予俺拍枪啊啦，革命嘛毋是第一届就成功啊！我相信哦，只要咱坚持落去，俺们一定会打赢。我对杰哥有信心，啊，到时吼，大哥大。我会麻烦你啊！无，一摆我就惊着。你若叫我替俊杰去提亲哦，恐惊俊杰幸福会毁在我的手头。等等的，你莫安尼讲啊！今日真正就是嘞。玉婷，不要紧啦，我食过这个会所啊，什么款歹听的话拢听过啊。搁再讲，你妈妈讲遐话。那是因为关心你啦，多谢你的体谅。做爸母的心情，我真了解啦。假使讲你若是我的查某囝，啊，准给叫一个宏观过安尼去来给我提亲咯，我嘛是相当的考虑哦。是我拜托大爷，你出面替我提亲，是我受白目啦。是啊，你今麦才怎样？这个，浩水，你记得真正是有告白啊？你真正拢袂记得我酒店的规矩啊？嗯，我记得。嗯，甲咱店的规定，搁讲一届会听。听清楚啦，阮的店规定啊。你甲狗袂用个礼拜消费，你是外久嫌先啊？晓？我是安怎？安怎？阿伦，俊杰，若毋是恁卡袂着吼去报警，予遐个警察。把我的酒店当作卖书是因家的灶脚同款，害我的店生意强要做袂落去。我今仔日
特别专工来找你的，啊！开酒店，警察林检，这真正常啦。我今嘛常常停靠。你的酒店，若是真正有正正当当咧做生意，警察就袂惊你遐敢若行草骹同款，敢不是啊？尊杰，听你讲话的口气。 袂输你是警察的县民哦，啊，你唔通袂记的哦。兄弟人哦，相认的，就是做尿白啊。即马这兄弟人，大家还阁叫你一声杰哥咧。若是予这兄弟人知影，你规工甲这警察吼，你兄我弟行甲这尼歪，你感觉因会安怎想咧？啊，手头的巧好在。 唔叫手尾做红台咧，因来咱抓手啊，唔免你来替我烦恼啊！我这来袂少，嗯，上客。车啊！人就无欢迎你，你嘛是着较好。家己离开啦。哼，啊，我若是唔走咧，啊，恁户外生意做袂落去，我同款吼恁无遐尔好食困。哼，今仔日去表自尽袂爽啊，真想要找人出气，劝你上好赶紧离开这。啊，你是听无人话心啊？讲唔走。 手机需要阻断器开啊，录音开始啊。黄警官，你是黄正元警官对不？是啊，我是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快乐天堂的小姐啦，我叫 Kiki， 是乌鸡巴叫我进来找你的，因为杰哥甲尤廷秀才出代志啊啦。 俊杰、玉婷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在迄个看嘴吼，带一堆人来阮的酒店，啊，甲杰哥甲尤廷秀才压走安尼。压走，阿姨倒啊，你紧讲啊！哦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啦，但是吼，我知影着离迄附近啦，拜托你去甲救啦，我拄好听到讲吼，因会对杰哥甲玉婷小姐不利呢。靠！你当怎安尼讲啦？ 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奇怪，啊那连乌鸡甲白鸟电话卡袂通，看找到底该安怎？哎呦，黄警官，您莫在等遮浪费时间啦，紧来去救因啦，啊无等下哦，看找钱啊对因安怎吼，都袂赴啊啦。你稍等下，我哩要找人吼过去支援。黄警官，你安尼入面吼，搁等住完来，搁出来吼。 无得空哦，人都无命啊！啊，无安尼，你先跟我上车，你连车顶还阁联络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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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Thank you.
喂，我要报案。俊杰，你听，哪会拢无人啊？俊杰，你听。小姐，你莫来这套哦！你也知影，这个警察的罪名真重，假使你也无想要用管，你只能紧离开哦。你即马你创啥？你放手啦！你放手你！你卖你啦！卖你啦！我黄警官要跟我欺负啦！你爱我？还你叫我白讲啥啦？我知影，恁全家要设计来陷害我，对唔？我来甲你带来报。王警官，无证无据，你凭啥带报阮？爱拍人喊救人哦！拍人喊救人的是恁，可是无人甲你通知，恁来这里拄好来遮。唔管啥物人，我一定想办法调查清楚，甲陷害我的人抓出来。黄警官，你哪会当甲乌话讲到变白啊？明明就是你甲我骗来遮，佮想要对我。黄警官，你莫当然是警察，来吓惊阮哦。我唔对，我要社会大众知影，禁止竟然有你这款本事。大家忍耐受寒冬。华翠，你敢真正爱我，请你一顿粗饱？正杰啊，少年人哦，个性莫遐尼差，啊无是要哪甲人做大诶？哦，对啦，我已经真久哦，无来你遮啉烧酒啊。真怀念伫你遮啉烧酒的滋味，安尼啦，你甲恁店的哦上好的酒赶出来，我甲山鸟好好啉两杯啊。对啦，还佫有恁七啊，孙家嘛是酒国女英雄，大家做伙来啉啊。哈哈哈！恁若是佫唔走，我就有你吞袂落去。哦。好啦好啦，今仔我心情好，就要甲恁加计较，啊！阿伦啊，阿菊啊，哎呀，既然人无爱卖酒给咱吼，咱就转下咱家己的店，啊！今仔日一定啊，你莫爽，你莫够开，啊！你真正足无聊的呢，到底是来创啥？我哪拢看无啊？玉婷啊，你无了解，这看出来袂输一个小狗，还四处乱咬，卖插伊就好啊啦。大，真歹势。没啦。玉婷，我看嘛真难啊，我想送你回去。文刚，那我先来啊。好，谢你哦。好，再见。正杰啊，好好照顾玉婷哦。对啊，妈，你敢有发现慧君最近的精神敢那无偌好啊？有影呢，伊敢那暗时哦，拢困无好势，拢伫困伫死啊呢。啊，我最近煮的物件。伊都嘛无吃完，我讲什么哦，伊吃袂落啦。今天讨论慧君的状况啊，其实你拄才讲的镜头，慧君拢有咧。伊即马透早起来，拢会加扫、偷闲，还佫拍卡球。敢毋是感冒啊？毋是，医生讲是过敏啊，敢若是有心了后体质改变。伊即马暗时哦，拢睏袂好咧。安尼袂用的啦，
有新的人就要加休困，啊，若无免疫力下降，万一若破病，安尼就麻烦啊。是啊，我嘛足烦恼。我是讲，伊即摆过敏，是毋是应该把伊房间枕头、棉被、被单，遐拢甲换清气？还有地毯、毛毯，这种较会引起过敏的物件，是毋是总要甲清掉啊？安尼是毋是对较好啊？好啊，明仔载等摒扫阿姨来，我叫伊处理啊。摒扫阿姨来清洗会使啦，也毋过慧君无介意外人入去伊的房间啊，我是惊伊会无欢喜啊。对吼、哦。不管换什么人来摒扫，慧君伊拢无满意。即摆搭阿妈，看伊困袂好，啊，哭哭嚼，搁拍卡枪，看起来就唔甘的。我就惊继续安尼落去，会影响到伊巴肚内个囡仔呢。啊，伊即摆身体过虚，需要安胎，还特别注意身体。也毋过伊连困都困袂好，啊，伊搁袂予人入去摒伊个房间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。青姨妈，敢会当麻烦你斗相共啊？我是啊，你是慧君的阿妈，你替伊摒扫房间，伊应该袂有意见。摒伊的房间是无问题啦，啊，不过去叮当伊的物件，安尼敢袂歹势？应该袂啦，慧君伊应该知影讲，咱是为了身体好啊。啊，若无伊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对伊啊，阁对囡仔拢无好呢。是啊，亲家妈，今日当麻烦你斗相共。好啦，无问题啦，无吼，我再找一个机会哦，去整理伊个房间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多谢你。多谢亲家妈，安尼一切都拜托你啊。唔免你拜托，唔是为着你，是为着慧君。我给你找找看。哎呦，我等你。来，再找找阿勇。哎呀，真正有够忝，到即马才有时间安尼喘一下。嗯，安尼唔才好。愈来愈无用，就表示讲咱的生意愈来愈好啊！你讲了嘛，对啦，无听着，咱今仔赚的钱会破纪录。嗯，希望是安尼，我来开始算者。哎，等下啦，等下人客吃煞吼，我看应该嘛无人客啊，我就家己收收的啦。哦，安尼嘛好啊，物件卖了差不多啊，安尼咱收收得啦。好，我来开会。好。嗯。妈，面摊到了。哦。借我问一下，这么晚，刚好过你卖面。啊，呜呜呜！叫哪边姐？哎，叫来。来，老大来，来来来，妹妹来。老大，给我这里哦。来这里。来，妹妹来。来来，请下，请下，请下。哦。哦，来来来。哎，丢丢丢丢，请下。哦。请问你要吃啥？即马剩大米、大米粉，阁有馄饨面，啊，阁有一挂卤菜，啊，看你要吃啥？哦，我想一个啦，两个才点。哦，好好好，卖着急，卖着急。那有啥物需要再考叫？多谢。啊。姐呀，你去看人家吼，哪一碗面的计上上上啊？我刚才看过了，没写。多少钱啊？68元。头家娘啊，恁家大米一碗是偌济哈？40元。哦，安尼，我点一碗大米的。哦，好好好，谁来哈？我看因某囝三个人哦，生活应该真困难。一碗大米，三个人要吃会饱。
乖了。你看，迄个囡仔长咧大汉，安尼食营养够唔够？我快过去啦，我煮三碗面请因食好啦。好是好啦，啊，不过安尼想看卖，咱咧做，还顾虑到因的自尊啊，卖有人感觉讲。咱要改斗三工，是伫咧可怜伊。妈咧，还是变怎？一碗当第三碗，巧，我来。你这面有分的大细碗，我叫细碗就好啦。哦哦哦，你唔通歹势哦，我店无大碗细碗，拢同款正大碗。啊，是我歹势，拄只吼无甲你讲清楚啦哈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我做好运的呢，会当来你这食面，大家多谢。啊，客气啦，迄面吼，你若食合口味吼，定定来甲我捧场啦。好。没问题。啊对，像这细电话吼，是分两个妹妹。好，哦，那面吼啊，摊少吃，我来吼，不能恁吃哈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看，看，看，阮家的面哦，上名的啦。好，来，来，妹妹，变摊少吃，来来来，啊，阿哥姐，来来摊少吃，摊少吃。吃哦，够豆干。卤蛋还有海带啦。哎，啊，我也无点小菜啊。哦，哎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差不多就要收单，想讲卤菜无卖完，明仔载嘛无法度继续卖，就想讲是不是当麻烦你搞我到三工到家啦？歹势啦，麻烦你啦，吼。我吼真愿意到三工吃啦。多谢啦，多谢。妹妹，跟妈妈念一段。嗯，好食好食。咱吼爱甲头家甲头家娘吼，最多谢啦。谢谢老板。嗯，谢谢谢谢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你马上跟我讲，到沙冈，到家，到家啦。对啦，对啦，欢迎下次再来吃面。头家，头家娘，恁真正是吼大好人呢。就你坐，不客气，我也无做啥啦。迄面吼爱趁少食，过，那食无饱，加汤加面拢算我的。来来，去吃，去吃，去吃。来来来，妹妹，阿哥菜。哦，多谢。别客气啊，别客气，来，您吃，您吃，您吃啦。据了解，黄振源身为警务人员，却私生活不检点，交友复杂，不仅企图强迫酒店小姐 Kiki 进行桃色交易，更与黑道酒店大亨江俊杰往来密切。这一定是有人挑过一世给仙人跳，想要陷害政府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查清楚是什么人的变故。
官啊，你到底是去抓到什么人啊？我嘛唔知啊，警察办案哦，什么妖魔鬼怪拢拄会着。阿雄，我想我嘛唔知要为倒受气啦。哥，你豆豆想啊，一定会当找到什么线索。豆豆想，啊报纸拢刊了这大片啊，我若无较紧想出到底什么陷害我，甲无阿朱树下找出来啊，我真正洗袂清啊。你哪会才细个拄到这个代志啦？就算讲你找有证据啦，同款嘛是洗袂清啦。我一定要吼找出证据，甲陷害我的人抓出来。文道哎，啊！恁这人透早搁走来，我到创啥啊？阿姆，你先别生气，我是看到新闻，过来关心一下。是啊，我看到报纸，我虽甲俊杰讲，啊，俊杰要来，我就跟伊来啊啦。山鸟，你专工过来应该不是要关心哦，是要看我到底话衰对无？黄警官，我绝对不可能安尼想的啦。警官，你莫误会啦，文道哎相信你做人真正直，绝对袂做迄种代志。黄警官，你做人哦，我绝对相信。妹，阮家代志免你关心啦。阿姆，阮即马来上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想办法替警官解决代志。你莫生气，让我把代志问好清楚。是阿妈，你着和杰哥甲哥好好讲讲的，无得下就会当找到陷害哥迄个人啊。好，来啊，坐啊坐。哎，大家坐啊。静雯，恁爱一个人走去宾馆啊？昨暗我一出警察局啊，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叫Kiki，就冲过来讲吼，你甲玉婷出代志啦。啊，我就随敲电话恁啊，也毋过恁电话拢敲袂通。啊，外口乌只甲白手嘛，感觉敲袂通啊。啊，Kiki讲伊知影恁伫倒，啊我缀伊去啊。结果去啊现场，才知去用设计啊。啊，哥，你是几点离开警察局？昨我有小可加班一下，差不多要我十点啦。十点？我记迄时阵，我甲黄董诶、杰哥，而且白枪，拢伫快乐天堂。而且迄时阵，而且迄个时阵，跨水都要走进楼顶。我阁会记得，阿勇也伫伊耳旁边，话讲煞了，已经欢喜。还到迄个长脚轮，手内敢若摕一个，敢若是乌色的机器的。乌色的机器，恁所有人的电话拢卡袂通。那安尼，迄个机器敢毋是手机讯号阻断器？嗯，应该就是。哈、哦，莫怪张卡找行为遐尼奇怪，无代志硬要找代志，原来就是为着要陷害阮哥。警官，这代志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负责来处理。杰哥，咱这届一定要看出好看啦！竟然敢打杰哥的大牛啊，绝对袂让我想我吃困啦！黄警官，你放心啦，这下代志交阮处理，我保证。你保证啥啦？你嫌代志不够大吗？阿、姆。这件代志跟阮大爷无关系，话嘴是针对我来，我会给警官一个交代。俊杰，这件代志交阮警方处理就好了，你私底下处理吼，我真正会有代志啦。警官，对付迄款人，用社会书处理，比恁警方的方法处理还佫较好。我会赶紧出面，若无时间愈拖愈久啊，对咱愈不利，尤其是你，也会去影响到你的前途啊。啊，本来就是拢你害的啦！你若莫甲玉婷啊黏条条，就袂发生这多代志啦。